望海的单位一向都受到大众的欢迎，往往更加是豪宅的卖点之一。如果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买到开扬靓海景的单位，形容你是精明用家就绝不为过了。下面介绍的是一个位于香港仔由私人参与发展的居屋项目，正正就是拥有这个优势了。位于香港仔深湾道11号的雅图阁在2001年入伙，一共有四座，楼高38至39层，各层有10伙，全屋苑提供1540个单位，面积介乎422尺至591尺，分为两房和三房的单位，其中以三房单位做主打，占总供应的六成，而两房单位就占四成。雅图阁户户都采用独立厨房设计。雅图阁面向布厂湾，背靠南朗山，名副其实就是背山面海。屋苑四座大楼一字排开，视野景观开扬，半数以上的单位都拥有海景的。向南或者向西南的单位更加拥有香港仔避风塘的海景，能够眺望鸭脷洲等等。雅图阁有平台花园和儿童游乐场，屋苑自成一角，环境清幽。而香港仔区的交通近年也都有突破，雅图阁步行去到港铁黄竹坑站只需要大概6至8分钟的路程，经南港岛线去金钟只需要大约8分钟，大大节省了路面交通塞车的时间，啱晒市区上班一族啊。另外，雅图阁基座有深湾公共运输交汇处，有巴士和小巴往返中环、铜锣湾和九龙等等。社区设施方面，雅图阁隔离就是深湾游艇会，附近又有包玉缸游泳池、香港仔运动场等等。另外，附近又有海洋公园。买嘢方面，雅图阁附近有超市和便利店。另外，港铁黄竹坑站上角亦都即将有新的地标式大型商场，面积接近50万尺噶，系区内人士行街 shopping 消遣娱乐的最佳选择嚟噶。雅图阁是属于小学18校网，附近学校有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、香岛道官立小学等等，而中学就有港大同学会书院、香港真光书院和香港仔浸信会里面才书院、圣伯多禄中学。另外，雅图阁附近亦都有不少的国际学校，包括新加坡国际学校、沪江维多利亚学校、加拿大国际学校和汉鼎书院等等。想知道更多屋苑的详情，即刻联络美联物业。